随着《爸爸去哪儿》大电影取得巨大成功，综艺节目大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一大亮点。6月26日，湖南卫视原创动物真人秀节目《奇妙的朋友》衍生大电影《奇妙的朋友之萌爱2016》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，正式宣布大电影将登陆明年贺岁档，并首次推出综艺电影剧情片。据悉，《奇妙的朋友之萌爱2016》可谓巨星云集，除了李宇春、倪妮、黄轩、胡杏儿等原节目中主要的明星外，湖南卫视主持人汪涵、何炅、欧弟、杜海涛以及出演过《小时代》系列的姜潮也会联合出演。出品方称，这次也会给新人演员一些机会。男主角由明星出演，但女主角会以全国海选的方式征集。电影将于今年9月正式开机，定档2016年的新春贺岁档上映。芒果老师们，好开心，又可以见到可可和六毛了，报道。随着《爸爸去哪儿》大电影取得巨大成功，综艺节目大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一大亮点。6月26日，湖南卫视原创动物真人秀节目《奇妙的朋友》衍生大电影《奇妙的朋友之萌爱2016》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，正式宣布大电影将登陆明年贺岁档，并首次推出综艺电影剧情片。据悉，《奇妙的朋友之萌爱2016》可谓巨星云集，除了李宇春、倪妮、黄轩、胡杏儿等原节目中主要的明星外，湖南卫视主持人汪涵、何炅、欧弟、杜海涛以及出演过《小时代》系列的姜潮也会联合出演。出品方称，这次也会给新人演员一些机会。男主角由明星出演，但女主角会以全国海选的方式征集。电影将于今年9月正式开机，定档2016年的新春贺岁档上映。芒果老师们，好开心，又可以见到可可和六毛了，报道。